今天我为你准备了这些东西，希望可以给你一个特别的惊喜。所以现在你倒数十秒，准备看外面。三秒啊！今天是什么日子嘞？今天就是我们这一班朋友要去 PD 玩。哇，球球这么大只哦！你千万不要过来我这里啊！啊，我要 kiss 你！嗨，球球，嗨，球球，嗨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耶，终于来到了这个我懂很久的地方，可是一次都没有来过的。就是这个马来西亚大红花，叮叮叮的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坐这种车叫什么车 ？Buggy， 坐这种 buggy 去到我们的酒店，然后这些是向着对方，希望我们不是啊，因为向海的，对我们希望我们是向海，因为向海的风景也比较好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到了我们的房间了。要进去了，不好意思，借宿一晚。好了，叮咚，叮咚，叮咚。噔噔噔噔，哎，它这有一个玄关。哇，这里是厕所哟。哇，厕所很大间呢。然后这个衣橱里面有什么？这里不能出去，这里不能出去。哇，我要出去看一下。我们一人一个 king size bed 哎，哇，一人一张，不错，这一点我也觉得 OK。哒哒哒哒，哇，江海的，无敌大海景。是什么？桑拿。哇哦，还有桑拿 room， 很不错，我是觉得满意的。首先这个短短的 trip 就谢谢。Mamonday， 然后这个是它的 softener emulsion， 就是这一系列的护肤品。哇，今晚试用一下。好啦，现在马上去找 banana 他们了。哎呀，什么事哦？哎呦，很搞力哦！哎呦，不是嘛？希望不是啊，感觉上好像要把我亲自整个这样。不是什么，今天想得美了。不是，不管我是嘞，他们要我，他们逼我这样做啊。给你训练一下先，因为我不懂，其实真的会这样突然出来。好可怜啊 ，OK 了。
去再跟他聊了，拜拜呀，讲拜拜呀。一样的妆，好啊！既然是他策划的，就配合他一下啦。OK， 在我们吃蛋糕之前，我再记录多一次。今天的这个蛋糕是来自这个 Taste of Memories， 然后这个是 Bronze Cake， Bronze Cake， 还有这个 Decorate 呢，就是来自 Uni。Mini Money Mo， Mini Money Mo， Mini Money Mo， Mini Money Mo。然后呢，这一些是他们送给我的礼物。我没有送，不要紧。好，拍我丑照。就是这一条花路哎，我以为我今天会被求婚的，然后他们很开心，因为我没有被求婚。啊，没有，他很开心，因为我没有被求婚。他是不是要呗？是因为我想看他很失望的样子。OK， 我现在开礼物了，耶耶耶耶！来，这是谁送的？我是这个人送的。哇，我从来没有拥有过 Jo Malone， 你们成为我第一个。哇，很特别，相信吗？哦，这是我送的，这两个不同味道啦，啊，不同。我很香。你看菲菲的表情。羡慕的表情，这谁送的？这谁送的？我跟微微两个一起送的。不懂谁是谁是吗？啊，对。花，我很喜欢这种简单的，你太懂了。哇，是吗？妈妈太懂了。简单最好。骄傲。简单呢是可以 daily use 的，他心机太重了。天天想送我们。哇，太懂了，这个人简单。真的，这个赢了。OK， 刚刚我们就准备出来吃晚餐了，最后决定出去找美食，吃海鲜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吃海鲜吗？那这边都要吃海鲜啊，在 PD 耶，因为海鲜新鲜的又便宜。开餐啦！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我们吃饱回来了，因为要等那个 buggy car 呢，要等很久，所以我们就自己走路。晚上在这里走走的感觉真的很爽。这里有几条分岔路，如果给我自己走，我应该不会死。哎，宝贝，真棒啊！真棒，宝贝啊，棒！真棒！真的可以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笑，走到差不多到的时候，真棒。Thank you. So 这个 vlog 就是一个蛮放松的一个旅程啦，然后也谢谢他们为我准备的生日惊喜啦。虽然这个是一个 prank， 但是还是很谢谢他们，然后我也很喜欢他们送给我的礼物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，然后按赞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在留言有没有住过这一间酒店，然后感觉怎样，还有马来西亚有什么地方好玩的也可以介绍给我哦。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